本想写一个幼儿园抖音同城招生的项目，零基础入门打造本地的网红幼儿园，课程内容包括这个互动招生啊，有数就能做的同城招生方法和幼儿园招短视频招生啊，爆款选题，招生应该视频怎么拍，如何精准投放啊，如何这个幼儿园长口播账号的这个方法和技巧，非常多，讲得非常清楚，包括问题总结、剪辑技巧、运营涨粉啊，都需要的工具啊、案例全部都有提供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一共是十多节视频课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幼儿园抖音，或者是幼儿园抖音同城招生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